他带我来挑选内衣。哎，我上外面等你吧。你别上外边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不是，我哪会看这些玩意儿啊？你都30多岁了，你怎么什么不懂啊？这玩意儿跟岁数有啥关系啊？这？那为什么我上次那个同事，你看人一眼就知道人家范围多少啊？啥同事？哪个？就穿白丝袜那个呀。白丝袜那个？啊，那个芭蕾交叉舞蹈袜那个是不？不是，我那天就瞎说的，说我随便蒙的呀。瞎蒙的，我看你还记得挺清楚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记清楚，你不说我早都忘了都。忘了，我同事说了，从那次之后再也不想见你。哎，为啥呀？他觉得你不像好人。我不像好人？哎呦，谁家好护士穿芭蕾交叉舞蹈袜啊？他说我不像好人，我看他才不像好人呢。人家那么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我才懒得跟他计较。夏天天热，全散热的呗。周一，你还说你懂？那个露眼，那一瞅就散热，就凉快啊。那这还聚拢呢？啥玩意儿聚？干啥用的？就是这勾类的吧。夏天穿连衣裙、雪绒袋就很好看。啊，这那咱不用。为啥呀？咱有这条件，用不上那科技。这个仙人，你别瞎说。哪有人？你是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紫色，紫色你不毕业吧？你紫色你不懂，紫色对于男生来说杀伤力老大了。也没有紫色呀。那走吧，那换一件，这家不行，那品味不够。就是没有你喜欢颜色呗。嗯，差点意思，走吧。一会儿你把我选一套粉色内衣拿去结账啊。我去啊！你有病？我拿去结账啊？对啊，那套粉色的，快去吧。不是，妈妈，哎，我。妈妈Yeah.